速度和力量怎么精进这么多？难道他是得了什么奇遇？看来之前我还是真的小看你了。本为同族，还真要如此不死不休？受死！每次袭杀，全当我好欺辱不成？刚才那招已经耗了我大半元气，短时间内怕是不能再用。短短数日，他便成长到如此地步，必须除掉他，以绝后患。折辱皇威，又害我沦落至此，你非死不可。元兄，今日谁来也救不了你。杀他之前，必须先解决这蛮兽。我若继续在此，恐怕还会给元兄带来麻烦。元兄，别生气了，这些肉和果子足够你吃好一阵。我也差不多该动身去找回家的路了。这里是你的家，不是我的。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，那里还有人在等我。元兄，好好修行的，云兄，再见了。你
你的伤好些了吗？谢谢你救了我，这里很美，但也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前呼后拥，没有万众瞩目，我也不再是那个天生尊贵的皇家天女。小家伙，这里到处都是危险蛮兽，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？我又该怎么活下去呢？你是要认我为主吗？真是神奇。既然你将我认作主人，我也要振作精神才行。九州继承过往，不单往昔，即便陷入当风秉烛之境，本宫也要在这长生界破风而行，视险如夷。少爷，我刚才看见有人进去了。小陈，这里怎么会有陷阱？这是元晶石。我正想找你，想到你自己跑来送死。入皇八阙，上！镇压我，停！那便让你试试八臂恶龙的龙元精气吧。糟了，这畜生对龙精似乎很在意。越是凶险之地越易于藏身，我相信萧晨肯定是躲到这里的。有人朝这边过来，他的命本宫要亲手收。跪下，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考虑留你。是真的该死。我为观摩神女飞升而来，无意争斗。今日不死，皇室颜面无存。神隐会灵识，涅槃见长生。没想到九州传说中的圣兽竟在长生界中真的存在。在下不死门王子峰。不死门刘烨，叨扰了。阁下方才说来自人间界。是。在下不死门王子峰，祖师不死邪王也是由人间界飞升来的涅槃境强者。看来他们将我当成飞升来的强者了。方才王兄所言的涅槃境是何意？
长生大陆百族林立，法门万千，但皆用五境划分势力。第一境名为退凡，退凡武者可沟通天地元力，聚于城市，依照所修心法发出各种招式。第二境名为石藏，此境武者可开启自身神识宝藏，获得诸般神通。在这两境之上，还有御空、涅槃、长生三大境，每一境中又有九重天划分，九重圆满便可突破至下一大境。像阁下这种下界强者，均是修着涅槃境实力才可破空飞升，只要稍加感悟灵气精华，便能进入长生。小妹向来仰慕强者，不知萧兄已修至涅槃境几重？他在试探我的实力。火药熄了，我去取些树枝来。这二人来者不善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在下初入长生界，不知此岛可有特别之处？此地名为龙岛，是长生大陆各大势力的天骄少主们寻宝历练之地。此人实力还未入退凡境，准备动手。岛上虽然蛮兽众多，但资源丰富，灵药晶石数不胜数，圣兽龙蛋也能。圣兽龙蛋，我有伤在身，不能硬碰。你说的龙蛋就是此物吧？我在海边岩洞只取了一颗，没想到竟是宝物。你是说岩洞里还有龙蛋？没错，若你们想要，我可以带路。飞鱼涌起，八臂恶龙应该就在附近。这小子连退凡境都未到，还敢冒充飞升者，一拿到龙丹就宰了他。到了。师妹，萧兄弟帮我们找到龙蛋，还不去感谢一番？感谢严重了，偶然发现而已。萧晨兄弟，你可不能拒绝我们的好意啊。我已带你们拿到龙蛋，这是何意？龙蛋是难得的宝物，任何人都不该知道我们得到了它。师妹，快动手！
可惜，只杀掉一个。臭小子，居然敢算计我们！先算计，是你们的。我杀你！厉害，若无那炼气法，仅凭身体必然扛不下那一击。你居然也在这儿，赵灵儿，在这蛮荒岛屿见到九州故人，真是一件幸事。想用故土之情祈求本宫的怜悯之心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因为谁才沦落至此地。哼，此地凶险，我们何不放下恩怨，一同寻找回到九州的办法。放下恩怨，痴心妄想。如此赶尽杀绝不可。害本宫流落至此，本宫必要将你千刀万剐。火霸王，或许你应该有更悲惨的死。
王龙。葬身巨龙之下，你也算是九州第一人。追上了！别动！好好保存哦。难得过一次生辰，礼物就这个了。哼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老和尚那求来的平安绳，不想要就还我。不要还我。不给不给，送我了就是我的了。还我。大哥，九州以前有好多修行很厉害的人都去了长生界，得了永生，你也会去吗？长生虽好，但若只有孤身一人，永生又有什么意义？
少年时意外在恩河黄河下发现天奔六气法，却因九州灵气枯竭久无长进，没想到今日借着龙丹竟一举突破桎梏，觉醒天碑玄法，而且龙丹精华不仅让我伤势痊愈，还让我步入蜕凡阶，能够沟通天地，聚缘成事。少爷的实力，此行定会有不少收获。少爷，收到消息，已经有好几波势力提前登岛了。听说也有其他封印自身实力的护道者入岛。少爷上岛后，请务必小心。放心吧，这一次我准备充分，必定能弄些龙王龙蛋回去。听说吃了那些劲儿大得很呢、啊、少爷有船过来了，不知能否借船离开此岛。